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，马上就来安排好康的节目来好朋友来迎秀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《热线你和我》，每天跟女朋友热线是一个超爽快的一件事哈、哦。来听听这首歌曲，来，调下个小我们漂亮的君君耳儿，君君耳儿来。想发出月亮阳光迷人的美丽，白雪的沙滩上，静静的西瓜上，留下我淡淡香气。一颗颗每一颗粒，轻轻回响我心里的一首曲。棒棒棒棒，海浪澎湃，雨声是激荡在你思绪。椰子树下，你树梢陶醉的夕阳里，爱一个人，爱不清水。谢谢。